白举纲，小白，接下来有请2013年出道的时光点唱人白举纲。 欢迎小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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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欢迎欢迎来到我们家。小白呀，六哥六哥，欢迎小白。Hello，Hello，叶姐。哎，Hello，小白。申哥，申哥。哎，Hello，小白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哎，小白，你在这里，你认识谁？我，Gloria。欢迎，申哥，胡老板。胡老板。 你为什么叫小胡夏叫胡老板？什么意思？就随便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。他欠了他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他艺人。我何德何能？你有德有能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想再问一下大家。什么？来，张国强说他俩长得很像。因为大家会说我们长得很像。 哟，他俩的眼睛像，那肉泡眼儿。肉泡眼儿，肉泡眼儿，对不对？哎，来过来，站着来，来笑一个，看看是不是肉泡眼儿。<笑><笑>怎么会想到和田震老师一起合唱的呢？哦，小的时候，哎呀，<笑><笑>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。然后像这样的歌都是非常耳熟能详，而且田震杰。 他的声音在女生里面是很有磁性、很特别的，然后也是非常的摇滚。然后我又是一个摇滚 boy， 所以我觉得我和田震老师来合作一下，应该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吧。对，小白呢是一个特别喜欢摇滚的一个小伙子，非常非常好。所以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摇滚风格的合作吗？ 今天事实上有一点这个民谣色彩的，这首歌呢叫《干杯朋友》。要说起这首歌来的话，那首先要介绍人家作者，很不容易啊。是是是，这个人叫杨海潮。我们在新疆一起演出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他。后来他说了说，哎，田田，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，我写了很多歌曲。我说是吗？我说好，我来听一听。 其中也有一首歌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也叫《月牙泉》。啊，那首也特别好听。后来呢，他后面跟了一首歌，叫《干杯朋友》，去送别朋友。后来我说我你甭管了，我拿过来我给你改。所以这首歌是诞生是这么诞生。哦，明白。接下来有请田震、白举纲带来金曲对唱《干杯朋友》。第一首歌，来吧来吧，好。哎呀，我好期待。<笑>